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继续开会。现在请议事人员分别宣读今日审查的相关预算案之审查项目及提案，共110案，请。宣读106年度中政府总预算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检察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括弧仅参阅预算书税入部分第70页第200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无列数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201项银行局无列数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204项检察局无列数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4款财产收入请参阅总预算书税入部分第204至205页第220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16万元第一目财产孳息116万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221项银行局39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36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3000元第224项检察局15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11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4000元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请参阅预算书税入部分第211页第12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7亿2248万2000元第一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7亿2248万2000元第7款其他收入请参阅总预算书税入部分第272至273页第218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27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27000元第219项银行局202000元第219项银行局202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202000元第222项检察局无列数第一目杂项收入无列数税出部分第25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4亿3817万7000元第一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2亿1554万3000元请参阅总预算书税出部分第659页第一目一般行政1亿9433万3000元第二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金融监督2085万元第三目第一备均36万元第二项银行局3亿3639万7000元起参阅预算书税出部分第659页第一目一般行政3亿2823万元第二目银行监理792万7000元第三目第一备均24万元第五项检察局4亿1705万1000元请参阅总预算书税出部分第660页至661页第一目一般行政3亿9681万4000元第二目金融机构检查19622万2000元第三目第一备均615000元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提案第一金管会部分第一案有鉴于近日陆续发生第一银行被盗领案兆丰在美被财阀案 TRF 受害案乐声案等原提案删除106年金管会单位预算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下业务费预算1/10以资警惕提案委员卢秀燕、费鸿泰、曾明忠、赖世宝等第二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水电费编列212万2000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原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鸿泰、曾明忠、赖世宝第三案鉴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一般行政业务计划资讯服务费科目预算金额3238万7000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为遵节支出原提案删除10%计新台币323万9000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鸿泰等第四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因为有效率之利用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应行遵节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其中资讯服务费原列3238万7000元提案减列300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第五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用资讯服务费3238万7000元建议冻结资讯服务费200万元四至本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鸿泰第六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因为有效率之利用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应行遵节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其中一般事务费原列1134万5000元提案减列
220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林淑文、江永昌、邱泰远。第七案，鉴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一般行政业务计划一般事务费科目预算金额1134万5000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未遵节支出，提案删减5%，计新台币567000元。提案委员赖世葆、郑明忠、费鸿泰。第八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之物品原列147万元，经查往年此比预算之执行率仅为70%左右，故按此比例减列50万元。提案委员陈赖树美、联署委员邱泰源、施益方。第九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应为有效率利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用于宣导废置预算必要性有待商榷，其效益亦未明，实有浮编之余。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内属行政单位经常性报表印制及宣导品经费原列30万元，提案减列15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十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应为有效率利用文康活动之编列社会大众观感不佳，各可能导致一般劳工相对剥夺感，第一目一般行政之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元，其中内属文康活动费原列208000元，提案减列208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个人电脑及周边设备等维护费编列404万6000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鸿泰、郑明忠、赖世葆。第十二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各项资料库系统维护、资讯安全管理制度及个人资料管理制度辅导委外等经费编列2735万1000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鸿泰、郑明忠、赖世葆。第十三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应为有效率之利用，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其中设施及机械设备费、设备养护费原列69万5000元，提案减列12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十四案，有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旅费部分原列43000元，提案删减22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十五案，第一目一般行政中基本工作维持之业务费原列5168万2000元，其中委办经费共603万2000元，提案删减委办经费303万2000元，其余照列。提案委员陈赖树美、联署委员邱泰远、施益方。十六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向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购买办公清洁用品及电脑耗材等经费编列106万2000元，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鸿泰、郑明忠、赖世葆。十七案，有鉴于近日来我国金融监理失衡案件层出不穷，金融风气败坏，主管机关难就其职，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中特别费原列94万5000元，提案减列49万5000元，冻结49万元。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兆丰银行遭美国纽约州金融署财阀案、乐升案及 TRF 案作出完善处理后，向本院财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十八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5216万1000元中的奖励及慰问金编列12万6000元，提案减列12万6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十九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杂项设备费原列35万3000元，提案减列7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远。第二十案，有鉴于金管会106年度预算案金融监理计划编列2085万元，为105年度我国兆丰银行海外分行
法遵机制缺失，造成巨额损失，期待金管会加强管理。原提案删除金管会106年度预算金融监理计划中10%，共计2085000元。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1案。第二目金融监理中，金融监督管理原列2085万元。然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重大弊端频传，前建金管会监督有所不足，建请冻结1/2，是金管会就维持整体金融市场稳定，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陈赖树美、联署委员邱泰源、施益芳。22案，金管会106年度预算案金融监理向下编列业务费中的通讯费，编列7168000元，以办理业务联系所需电话、数据、网络通讯等，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原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3案，鉴于金管会106年度金融监理业务计划通讯费科目预算金额7168000元。为求遵节支出，原提案删减5%，计新台币358000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24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因为有效率利用，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应行遵节第二目金融监督管理编列2085万元，其中通讯费原列716万8000元。提案删减70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江永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5万，有鉴于我国今年发生之第一银行盗领、兆丰银行被美国罚款、乐森案及 TRF 等多为金管会所为负责监理之对象，为金管会未确实做到督导监理之责，使民众国库巨额受损，以示警惕，要求删除金管会金融监理中业务费1370万8000元之10分之1，计137万。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6案，第一目金融监理金融监督管理编列2085万元。一般事务费编列84万4000元，提案减列16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7案，第二目金融监理之金融监督管理编列委办费92万元，提案减列20万5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8案，第二目金融监理之金融监督管理其中大陆地区旅费、国外地区旅费、国外旅费共编列176000元，提案减列85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江永昌、邱泰源。29案，金管会106年度金融监督管理大陆地区旅费49万4000元，鉴于两岸关系冷冻，该项支出并无急迫性，未遵节支出费用支出，建议全数冻结，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30案，金管会金融监督管理国外旅费181万8000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为节省支出遵节费用，建议冻结30万元，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31案，金管会金融监理向下编列设备及投资，其中设置、购置中阶伺服器、扩充储存设备、低阶储存设备及网络交换器等经费，共编列338万，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32案，金融监理向下编列设备及投资，其中建置金管会及所属行政资计入口网系统经费编列300万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3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监理业务计划向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科目金额714万2000元。提案删减10%，计新台币714000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34案，
第二目，金融监理、金融监督管理编、金融监督管理向下资讯软体设备费编列714万2000元，提案减列100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35万，金管会金融监督、金融监理设备及资讯。设备及投资资讯软体软硬体设备计划向下编列714万2000元，其中编列购置虚拟环境作业系统49万6000元，建议暂时冻结该项预算，资讯软硬体设备费40万元，是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鸿泰。36案，未免国营 APP 资安瑕疵，让台湾成为诈骗集团大举犯案的中心。原提案要求金管会应于3个月内完成全数国营 APP 安全检测之执行计划，以及早发出预警，减少犯罪发生率。提案委员赖世宝、联署委员曾明忠、费鸿泰。37案，请金管会于派任周边单位、财团法人机构之董事长、总经理时，出任年龄不得逾63岁，逾65岁者，3个月内需离职，不得办理延任。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鸿泰。38案，金管会所属台湾证交所、台湾期货交易所及台湾期保结算所等证券周边机构所经营之证券、期货及保管相关业务，系由金管会特许并独占为主管机关，并未收取特许费。为增加国库财政收入，请金管会于半年内延议征收特许费，并调高监理年费。提案委员曾平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鸿泰。39案，建请金管会严拟调高证券期货周边单位的监理年费标准，或者依规定收取特许费，以增予国库收入，符合公益，并于6个月内拟具相关新格计划，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委员施一方、江永昌、余婉汝、邱泰源。40案，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就如何提高视障语音 ATM 机器分布率与降低各县市视障语音 ATM 机器设置数量的差异性，提出改善检讨报告，于1个月内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陈赖素美，联署委员邱泰源、施一方。41案，金管会因应 FinTech 已积极研拟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十大计划，该计划中首件建立金融资讯安全资讯分享与分析中心之规划内涵，原要求金管会提出金融科技发展策略方向，定期检讨计划方向，改进策略运用，并提出完整报告，以及达到促进台湾金融科技真正发展及管理之效。提案委员王荣章、江永昌、邱泰源、余婉汝、施一方。42案，近来接连发生兆丰、乐升及 TRF 等重大金融缺失案件，对金融消费者产生非常大的伤害，也影响了市场秩序，而金管会处理态度却相当消极。提案要求金管会对于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之行政罚，应落实一行为一罚之原则，以产生吓阻之作用，更其借此达到保护金融消费者之目的。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43案，金管会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参考英美制度，增设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于金管会底下设置专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机构，以弥补消费者跑到调处中心申诉时，有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却依据却没有机构可以处理的组织缺陷。要求金管会针对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相关事宜提出评估报告，上开说明及评估报告，请金管会于3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4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财政部应配合督促该行对于事前审慎评估、事后监督控制及稽核机制之建立及施行，将会商过程、会议记录及上诉机制制定案内容，在3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余婉汝。45案，近来接连发生兆丰、乐升及 TRF 等重大金融缺失案件，
对金融消费者产生非常大的伤害。金管会运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现有资源，重新妥善规划，进行整合，设置金融消费者专线，以专责单位追踪管制案件处理进度。金管会对于该专线应尽宣导及推广之责任，并与金融业者协调，与金融机构营业处所明显之处进行宣导，请金管会就上开事件处理方式及进度于6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委员黄国昌、江永昌，联署委员江永昌、余婉汝。46案，要求金管会就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执行之成效、现阶段执行问题及如何改进，提供完整规划说明。3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题报告。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余婉汝、邱泰源。银行局第一案，银行局对 TRF 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之监管，致使未发挥应有之监督管理功能，实难为奖金发放之对象。第一目人员维持编列2亿6584万1000元，其中奖金编列3886万6000元，提案冻结一半，共计1943万3000元。市金管会银行局提交高复杂性衍生性商品监理之具体改善计划，获本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余婉汝。第二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106年度预算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水电费编列456万1000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提案删减该项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三案，金管会单位预算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用水电费456万1000元，依106年度预算员额222人与政企局员额241人比较，员额较该局少，水电费预算却较政企局预算高出甚多，建议减列水电费5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第四案，银行局第一目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6238万9000元，其中业务费之一进修学分补助费原列65万元，提案减列32万5000元，冻结32万5000元。市金管会银行局提交高复杂性衍生性金融商品监理之具体改善计划，获本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第五案，第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的资讯服务费编列844万元，为减缓政府财政收支恶化危机，原提案该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六案，银行局106年度起工作计划一般行政项下分支计划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资讯费844万元，建请删减该分支计划资讯费9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第七案，银行局单位预算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用资讯服务费844万元，建议冻结资讯服务费80万元，四至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第八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一般事务费编列894万元，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九案，提案删除金管会银行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办公场所环境绿美化租用养护费及布置经费1/2。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十案，银行局106年度一般行政业务费编列5671万5000元，其中购置办公室清洁用品、报章杂志及电脑耗材编列98万元，办公场所环境绿美化租用养护费及布置经费编列20万1000元，提案减列该项费用42万8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十一案，银行局文康活动之编列于社会观感上不佳，可能导致一般劳工之相对剥夺感。第一目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6238万9000元，其中业务费
之十五文康活动费原列44,400元，提案全数减列。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十二案，银行局工作计划一般行政项下分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说明21，委外办理收发效散189万元，事项业务应检讨回收自治，建请删减该项分支计划业务9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十三案，银行局第一目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业务费之28，首长费用原列158,000元，提案减列79,000元，冻结79,000元，是经管会银行局提交高复杂衍生性金融商品监理之具体改善计划，获本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银行局第一目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奖补助费项下奖补助费编列22万2千元，提案全数删减。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十五案，银行局编列维持银行业监理办公室自动化电脑硬体正常运作所需相关资讯服务费250万元，删除该项设备及投资预算1/4，共计136万3千元。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十六案，金管会银行局一般行政设备及投资资讯软体设备费用编列531万5千元，建议冻结该预算40万元，是至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十七案，银行局银行监理项下编列792万7千元，为金管会银行局对金融科技的发展却未见提出针对银行监理的完整因应措施，原提案删减该项预算10%，并冻结1/4，待金管会银行局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十八案，银行局106年度预算银行监理计划编列792万7千元。提案删除金管会银行监理计划中10%，共计79万2千元。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十九案，第二目银行监理编列792万2千元，提案减列79万3千元，冻结79万3千元，是金管会银行局提交高复杂衍生性金融商品监理之具体改善计划，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二十案，删除银行局银行监理中业务费792万7千元之1/5，共计158万5千元。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二十一案，第二目银行监理中银行监理编列792万7千元，冻结1/5，是金管会银行局就如何推广改善我国电子支付环境一案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陈赖树美、联署委员邱泰源。十一方，二十二案，删除银行局之银行监理中通讯费216万8千元之1/5，计43万3千元。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二十三案，银行监理编列业务费792万7千元，建请删减该分支计划业务80万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二十四案，提案全数删除金管会银行局预算案大陆地区旅费共计96万2千元，以资警惕。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二十五案，金管会银行局银行监理大陆地区旅费96万2千元，建议全数冻结，是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赖世宝、费宏泰。二十六案，银行局106年度预算银行监理业务费大陆地区旅费编列96万2千元，提案减列该项费用56万8千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二十七案，银行监理国外旅费二百二十一万九千元，建议
冻结60万元，四项立法院财政委员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资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28案鉴于相关银行在销售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商品时，确有不当销售情势，造成投资人相当损失，且事后投资人申请和解、调处或仲裁时，银行亦未积极处理，原请金管会暂缓核准该等银行相关业务之申请。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29案提案要求金管会于3个月内针对该会主管之金融法规提出法规检视与修法计划，并送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王荣章、江永昌、邱泰源、余婉汝、施益芳。30案要求银行局会同内政部营建署于106年度1月底针对 ATM 订定无障碍规范，并以最新标准修正银行工会网站无障碍专区资讯，另针对语音机种明显不足之情形，金管会应积极协调公股银行，则分行地点或交通场站就近增设。提案委员王荣章、江永昌、余婉汝、施益芳、邱泰源。31案要求银行局积极协调各银行依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制定之行动版无障碍网页开发规范、行动版应用程式无障碍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检视现有网页与程式设计，并于相关规范公告后6个月内完成改善。提案委员王荣章、江永昌、余婉汝、邱泰源、施益芳。32案冻结105年度银行局监理预算1/10，四项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报告后，使得动资。提案委员施益芳、江永昌、余婉汝、邱泰源。检察局提案。106年度预算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水电费编列641万3000元。提案减列该项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2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用水电费641万3000元，建议减列水电费100万元。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第3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3582万2000元，其中通讯费原列42万5000元，提案减列42万2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第4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3582万2000元，其中教育训练费原列274000元，提案减列74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第5案。一般行政项下编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资讯费编列851万6000元，提案减列该项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6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用资讯服务费851万6000元，建议冻结资讯服务费80万元。四至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能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第7案，检察局一般行政项下编列资讯服务费851万6000元，办理资讯硬体设备保养维护费等，提案删除资讯服务费10%，计852000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第8案，删除金管会检察局106年度税出预算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资讯服务费预算计170万元。提案委员黄国昌、江永昌、邱泰源。第9案，检察局一般行政业务费编列2890万9000元，其中购买清洁用品、节水阀、灯管、事务机具及资讯设备耗材等消费用品编列779000元，办公场所环境布置局绿化编列18万6000元，提案减列该项费用21万6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一般事务费编列1158万元，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第一目一般行政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3582万2000元，一般事务费编列1158万元，提案删减115万8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物品
85万4千元，提案简列85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江永昌、邱泰源。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办理饮水等各项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等，原删除经管会检察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设备及机械养护费预算100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14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文康活动费编列592000元，提案删减592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15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其中奖励及慰问编列180000元，提案减列180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16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特别费预算79000元，建请删除，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有鉴于国家金融17案，有鉴于国家金融环境不佳，风气败坏，金管会检察局检查金融检查不力，提案冻结金管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检察局106年度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特别费预算79000元，是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后，经同意时的动之，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18案，金管会检察局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资讯软硬体设备费编列6631000元，原提案删减该预算10%，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19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资讯软硬体设备费编列6631000元，提案减列100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0案，查金管会检察局一般行政项下编列软硬体设备费汰换电脑设备编列金额过高不符比例原则，原提案删除硬体设备费10%，计45万9千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21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杂项设备费102000元，提案减列20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2案，金管会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编列1962万2千元，为金管会检察局确为强化金融科技之监理效能，针对资讯安全与风管未能做更及时有效的把关，原提案删减该预算10%，并冻结1/4。是检察局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3案，金管会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编列1962万2千元，依据预算中心评估报告指出，检察局检查人员平均检查天数呈减少之趋势，人力资源运用绩效尚待改善，未有效落实检查成效，建议冻结30%，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24案，有鉴于金管会检察局预算编列1962万2千元，针对以下单位检查：金控、本国银行、票券金融公司、外国银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农渔会信用部等，以了解其财务业务缺失改善计划，为该单位每人平均检查天数由97年度之80.76天减少至近期61.1天，减少19.66天。提案删减金管会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计划中5%，共计98万1千元，以资警惕。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5案，第二目金融机构检查一般事务费编列238万2千元，提案减列23万8千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26案，金管会检察局金融机构项下编列派遣人员
238万2千元为派遣人力，并无法享受公务人各项优惠措施，且需受派遣公司抽取相关费用，实属不合理制度。建议寻增加正式编制人力来补充人力不足，以维持工作权益保障。因无事项需求，原提案删除派遣人员238万2千元。提案文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27案第二目金融机构检查之教育训练费。编列158000元，然而历年金融检查不力，时有检讨强化之必要。原提案减列529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余婉汝。28案，有鉴于106年度金管会检察局预算案，大陆地区旅费编列176000元，为该单位前往中国大陆地区实属非必要之业务。原提案全数删除金管会检察局大陆地区旅费，共计126000元，以之警惕提案委员卢秀燕、费宏泰、曾明忠、赖世宝。29案，有鉴于国家正值财政困窘之际，亦遵节相关费用支出。第二目金融机构检查之大陆地区旅费编列126000元，提案减列638000元，提案委员黄国昌、联署委员江永昌、邱泰源。30案，金管会检察局于金融机构检查项下编列大陆地区旅费126000元，为两岸关系冷冻，双方已停止官方任何活动，因此已无事项需求。原提案删除大陆地区旅费126000元。提案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费宏泰。31案，金管会检察局106年度编列金融机构检查大陆地区旅费126000元。鉴于目前两岸关系冷冻，该项支出并无急迫性，建议冻结该项预算50%，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改善计划报告后，使得动之。32案，金管会检察局金融机构检查国外旅费编列132万7千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问节省支出遵节费用，建议冻结30万元，向立法院财政委员提出改善计划后，使得动之。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赖世宝、费宏泰。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进行协商。OK， 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就开始吧，第一案，各位委员什么意见？第一案是金管会的一般行政，来，一般行政优惠3/10。第一案水电费了，一案一案哈，诸位可以吗？多少啊？那个业务费多少啊？多少？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哦。后面有一支麦克风到后面，后面那个余婉汝委员那边可以坐过来一点，不然的话麦克风提不掉。对，好，谢谢。等一下麦克风我们传一下，那边每个委员旁边都有一支麦克风，比较方便来听。就是说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那个金管会跟所属的各局的预算哦，在整个预算的结构上，本来14亿的规模里面，大概80%，就是说本会加4个局，80%就是人事费了，所以剩下来的业务费的部分，里面还有70%是属于固定性的水电管理保全的开销，所以呢，这样子的经费下来，其实我们每年已经
很拮据的。那所以说，如果在逐案这样子的业务费的删减的时候，我们很多业务就看第一个了，第一个，第一个先讲第一个嘛，你先不要扯到后面这么多，一百多案子，六千多是不是？多少？六千五百三十九万。6500，因为包括那个一般行政跟那个金融监理的业务费，有6539万。对对。不是，现在业务费是多少了？这一项。一般行政的业务费是5168。2890万来了。你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的业务费啊？你的业务费，基本行政工作向下的业务费。对，对，我们的是51682，5168万2000元。你们搞不清楚啊！你是哪个单位啊？这个金管会对啊，是啊。啊，这个警察局。你们照跟去年比减，跟去年比差多少？警察局的。Hello， 你们？对啊，他刚念的是检察局。我们的数字没有错，5168万2000。5168。对对对，嘿，刚刚看到你那本预算。你们跟去年比增减的情况，会不会跟今年了、啊？等于明年的预算跟今年的预算比较。好吧，这个案子先保留吧，哈。看不懂。哎，先保留。第二个案子，第二个案子水电。第二个案子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会补费的部分，104年呢，我们支出大概就是247万，那今年我们大概预估大概是230万，那到明年如果按照我们212万，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已经除了按照这个预算一直越来越少之外，我们也是。这个等到费文来，我们再来处理。他等一下会来哈。啊，第三案来，保留。第三案跟第四案是一样的哈。我跟黄委员提3减300万，我提差不多委员的。黄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金管会说明也可以吧？金管会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资信服务费用编了3200多万元。那这个只要不是说金管会自己本身在用，这个是我们本会跟四个局啊用了一些共用系统哈的一些维护，包括说像全球资信网啦，还有一些像民意信箱，还有那个这个监理年会的缴费平台等等的。另外有一个是金融市场的公文电子交换系统，这个是有200多个机构在使用。还有另外就是有关于防毒防害治安的部分，治安的监控的等等费用。还有另外是法律所规定，我不必讲，大家都知道你们做很多事了啊。对。那个，请问啊，你这个，你这里面是不是都是外包的嘛？对不对？当然都是有些是委外的费用了，对吧？就是说委外多少嘛？你这委外多少？委外大概是委外大概占有80%以上左右。对嘛，80%嘛，所以大概有2500万嘛。是。对啊，不过但所以我还少一点可以的啦。不是，跟我们报告一下，这我们很多案子哦，其实厂商都不愿意来标，因为我们有好几次都标不出去哦。这个经费，我们的编列其实已经很拮据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删减的话，其实我们在明年度的执行上有很大的困难。那另外，我们今年编的这个资信维护费用也比去年少，编了100多万。你们现在什么都不给我们删，到时候以后就大刀一挥就砍多一点哦。你们总是有些可以这个。这跟你影响很少啊，这个东西可以给我们删一点吧，这个东西你什么都不给删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玩了。我们跟委员报告啊，这个咨询服务费用其实真的就是说是，好吧，跳过去吧。如果你这样，我们就跳过去吧。那我们就通通到业务再处理了。第五案冻结啊，冻结200万啊。来，那是不是冻结？没有，我要砍。我要砍，你冻结的话，你冻结，这个我要砍。是不是可以，就是提出书面说明之后送财委会，这样子用冻结方式来处理？不要，我一定要砍的，因为这个你外包太腐烂了。那我的第五案部分呢？好，第五案通过吧。OK。
冻结啊，那冻结啊，冻结冻结的，哎，就冻结那把来，没有，我们其他三四还没处理，那是第五案，第二三四都没有处理哦，第六案来。是属于一般行政事务费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在事务上处理上是有这个需要的。那因为委员不一样哦，别你不要扯这么这样，叫我们整本一次讲解没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讲好不好？先讲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跟第七案是一样，哎，一般事务费，嗯，黄委员砍220，我就砍了50几万呢。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1%的范围内，我们再做调整、啊、因为一般示范我们还在维持我们的运作一些。第七、第六、第七，我们请教黄委员、啊、我们3-50万可以吧？啊，黄委员可以吗？你，你在吧？你知道200多万了，我3-59，我们就3-50万了。没有啊，还是看金管会嘛。金管会刚刚说1%的话，百分之一就1%就多少？就10万块。如果30万块，那就保留院会来处理吧。那保留吧，嗯，来保留。第八案，哎、欸，都保留，只有第五案通过了哈，其他都保留。第八案陈赖委员在这里了，哎、欸，他就减50万。可以吗？嗨，那个，这个是减列50万，执行率偏低啊哈，最低54%，最高97%，平均大概在70%左右。我看你100到103年，每年的执行率都很低啊，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三。陈大伟的意思是说，你们每年都剩那么多了，每年都剩50几万了，年变多了啦，每年103年、102年都剩了50-60万了，变成100年也剩了50几万。对啊，你们每年编的执行率都70，那102年才54%的执行率，哎，你100年71.1，103年72.9，连续几年。都偏低耶，所以建议删减。你不要看我一直笑啦，说 OK 就好了啦。可以啊，我们那个江委员永昌要讲一下话。谢谢，那个大家看一下哈，102年那个到103年的决算数是145万，103年的决算数是145万，那虽然预算199，决算数145，表示。大概要花到150万左右上下了，所以106年编列147哈，应该他们自己有谨慎斟酌的啦，哎，所以可以从决算数的总数，哦，这个就请陈赖素梅委员那个宽容一下，谢谢你。金管会怎么 defense 啊？他们两个人讲的很有道理啊。谢谢委员，因为这部分呢、啊，很大众大概都属于电脑耗材的部分啊，因为有时候耗材。没有在损耗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能够省尽量省、啊、那因为办公清洁用品的部分，这是确实有需要的。那电脑耗材我们是编在那边，那如果说我们编下去，如果说没有使用到，我们把它用完也是浪费了。那编在那边是说，因为现在的机器设备有时候是可能随时就坏了，所以编在这边是我们是有需要的。今年编多少？编147啊？编对，147。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因为我看到你每年的执行率那么低，所以我才会这一次才跟你删减50万。那你刚刚的讲法是机器很旧了，一些耗材的部分啊。那如果说删的话，我说可以，如果我们支付可以的话，20万以内。哦，20万哈。好了，那就二十五万了哈。二十了，就二十吧，好不好？
三，那五十，我刚才讲三减五十，他说二十，我说二十五万 ，OK 了哈。对了，五十感觉多了一点，二十万好了，二十万啊，好了，二十万了啊。我们那就二十万。哎，我们在野党替他们求情，你看到、啊、来。没有求情，没有求情，我们明智决定来。来第九案，第九案来。第九案、第十案是不是一样？啊，第九案宣导品，第十案是文康，哎。啊，文康同案子。文康的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宣导品要啊，那个。对，跟那个文康的。那个我们之前处理都是第九案。对。第九案就是。第九案的部分哈。因为我们不是哦，第九案要处理。对，第十案上的。对，第九案因为这个属于行政经常的报表印制跟宣导品的部分。因为我们大概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些业务报告，我们内部的一些报告，有需要去印制这些报表纸上的用费的部分，所以有这个需要。如果说没有用到那么表示，可能我们没有需要那么的大的量。如果说为了这个特别需要印制，可能也可以，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如果编在这边，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的。建议啦，这个虽然减十五万，对不对？通过了，但是就是客户不要把它限定，要不要可以？孟凯峰是检查的，怎么样？可以吗？那个洪文可以吗？那个是在哪一个科目向下执行调整？因为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基本工作维持向下。我写的都蛮细的了，我没有一个大项是要给你砍多少。那你如果这个地方你愿意砍十五万，我 OK 啊，但并不代表说我其他向下提案就撤回，有其他的案子我们还是继续讨论。那这个部分你愿意砍十五万，那我让你们调整没有关系，但是并不代表我其他的东西在一般行政项下就不再处理了。哎，他列三十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三十万主要是用在就是报表的列印嘛，对不对？还有什么业务在推动？宣导、知识宣导，因为像其实三十万真的不多，其实你们这方面业务也真的很少，一个机关来讲。然后就砍掉十五万，我觉得可能更难推动哦。我觉得这很实际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可以不要删减，或者是说再删减少一点？因为一下就砍了二分之一哦，只有三十万哦。你们印什么宣导品？你们愿意砍多少？其实他总数才三十万啊，那你砍了一半，其实太多了啦。那你们看，就其实也不好使用跟处理了，你们看看吧。砍个一万好了，可以吗？一万可以吗？就代表我们也是可以吗？我不知道。砍一万太少了啦。啊，一万太少了，两万。还是五万，哎、欸。那就冻结十五万吧，可以吗？砍十五，你把它冻结十五万，可以吗？砍五万块好了啦。好了，五万了。好了，先给，赶快答应了。好，这个案子第九案砍五万，第十案通案啊。第十一案冻结，好，改冻结。那第十一案跟那个刚刚那个那曾委员的那地案是相同的，十一跟十二，十一案跟十二案，哎，都是一样，都是我们的置信服务费。哎，是刚刚我们在第，对，是会委员提的。那在之前有处理过，之前在第，不能提案的一样而已，不能跟第五案是相同的一个科目啊，跟第五案是相同一个科目，跟第几案了？第五案。不要扯到其他的，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嘛。对，那这个我也是说明一下哈，这个不要说明了，冻结不要说明了啦。哎，好，
冻结说明什么？第十一，十一冻结，十二冻结了。哎，那冻结不要说明了。十三案，黄文要减列十二万，六十九万减列十二万的。他是针对设施及机器机械设备养护会，哪位说明一下不要？没有人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车站，就是我们这个合署办公大楼，其实很多那个设备啊，其实都已经很久了，然后都需要做一些维护。什么设备啊？因为整栋大楼，还有我们包括那些水电啊设施的这些设备，已经很久了，所以很多都需要在做维护，甚至要汰换。对。因为我们板桥大楼大概18年、19年的，那因为设备哦陆续的老旧哦或故障需编列预算或太旧换新，对我们的分摊费用。对，因为但是我们预算不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支付。去年用多少？有没有？这个科目呢？这个科目。设施及机械设备。我们请提案的黄委员说明一下吧，有没有什么？要不要说明一下？你们去年实际用多少？去年用了多少钱嘛？去年用了多少钱？你赶快准备一下。80万，去年80万是不是？对啊，那万一删掉，你怎么跟人家分摊啊？黄委员，我建议啊，这种科目哈是分摊费，而且如果说是实报实销的，你考虑一下了，这个。对，没有费员，我跟你说明了，我愿意考虑啊。所以我刚才问他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不是问你今年编多少，我是问你去年花多少。黄伟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在等你的，我在等你讲你去年花多少。人家看你们预算，你们都不准备好 defense 啊，那都没意的是。啊，各位长官哪里来的？来就是双手一摊，双手一摊，你讲不要砍那里啊，不要那里啊，你看。去年用多少了？没有数字啊。没有关系啦，我在想这个先留着，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先调过去好不好？你们把数字送来给我。这样好不好？你们准备好啊，委员们都关心的题目。不是会后啦，现在马上给，我们要砍你的预算，你还是给会后给，会替了干么呀？那个这位长官啊 ，Hello， 委员们要的是你赶快去说，到现在为止这一项，不是只有这一项，好几项类似的，到现在为止，去年编的预算，今年用到这里已经用了多少钱？啊，我们来，我们决定，我们如果决定说你现在编已经都委屈了，说不定委员们就通通放掉了。但是如果你都是用一点点，那这个代表你们编的太多。我们再来决定，赶快去准备，不是什么开完会再给，没有这回事啊！开完会再给，他们这可以预算砍完了，开完会。你莫走嘞，你走莫都回答嘞，你。我已经通知去。你考个总部，来十四案，黄伟了，十四案2万，可以不要砍了，两。可以吗？还是什么？我先跟各位委员报告，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不是乱写的。而你们包括前面宣导品的印制，包括到这个项下，是你们要去宣导金融知识嘛？那你们宣导金融知识，
你在你的会上编这么一点点预算，我整个看起来就是半吊子的在做了，做也没好好做了。你包括前面的宣导品，到现在这边的预算，到这边现在的旅费，然后你说你要到校园去宣导金融知识，你要我支持可以啊，那你就告诉我说你们宣导金融知识具体的成效是什么？不是我请问你这个旅费43,000哦，为什么旅费这么少？是写错还是怎么样啊？跟委员报告哈，国内旅费就一个金管会就是43,000哦，就变这样子哦。是不是我来补充说明一下？补充来。因为这个旅费43,000哈，是从103年是编119,000，然后104年因为每年都统三，剩下6万5,000，然后105年剩下43,000，就依照105年的一个水准哈编43,000，所以事实上是不够的。43,000什么？是买车票而已还是什么？大概就是还不能住宿。车票。然后尽量就是当天要来回啦。其实我们去的地方哈，校园、社区、校园其实国中小、高中都有，社区比较是要偏远的。通常我们去年去大概就是花莲、屏东这些地方，所以整个差旅费不够，是从其他的差旅费挪过来用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请这个委员支持一下，是不是？先我们暂时还是先让我们列这个43,000这个部分，谢谢。可以啊，包括前面的那个宣导费用啊，你们把去年你们金融知识的宣导去了哪些地方，你就一站一站都列给我看，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就喷顶了哈，先看一下你们做的怎么样。第十五万来，第十五万陈乃文300,000来，请说明。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个部分是最主要是我们配合档案法跟相关规定，跟因应档案数位化，所以我们雇用的人力啊，还另外就是因为我们会是93年七月要成立，那新成立机关跟其他的部会可能不一样，人数非常少，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你公文交换说来人也来处理，那这部分我们雇的人力是非常少的，那因为而且。我们雇用的金额来讲，跟其他部会来讲，我们委托出去的，我们委托出去的费用哈，那厂商来讲，他一个人的这个利润大概就100多块，不到200块。那十几个人，厂商利润你不知道了，不要替厂商讲话。来，陈乃伟，你提案人，提案人讲话哈，我陈乃淑美啊，我这边是建议哈。减303,200元哈，主要是因为我们上述这些业务内容就包含委办经费原列603,200嘛哈，委办事务包含例行性、简易性之行政工作或文书处理作业委外经费332,000，及委外办理收发那个校算的一个工作，那上述。业务的内容皆为一般性的业务内容，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明年编列的职员不含技工、驾驶、工友，这个93个人。那你既然不含这个，可是你编列的那个金额并没有减少，所以我觉得你一般性的业务内容实在没有委外的必要。那我是建议删减那个303,200元。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要跟我说明的？报告委员，主计室黄主任那个报告一下，就是说有关这一部分的经费，其实我们是把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委外来处理，让因为我们本来会里面的人就少，事情也最近也非常的多，所以希望集中所有的人力来投入在业务上。那这个部分的经费，其实在104年度的决算的部分光那个委外收发还有档案建档的部分就271万元了，然后在行政工作文书委外的部分就320万元了，所以这样子的经费，如果说委员在删减这样子的预算的时候，其实是不敷之应。我们上开非核心业务委外的一个支出。以上报告，谢谢。所以你们的意思嘞？恳
请委员能够支持这项预算，谢谢您。哦，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本席建议了，我先冻结了，那到跟我提出你们的那个专案报告的时候才给解冻。冻结就改十分之一喽。对，五分之一冻结五分之一好了。好，我们会员讲五分之一。好。第十六，委员改冻结。第十六案改冻结。你不要管其他的，一个一个不，这不你不要管其他的，就先这个案先过了再说。哎，你不要就一个案一个案来哈，你不要扯，不要扯。十七案，黄委员，他是特别费的部分呢、啊。动一半，删一半。他不会去砍到李主委了？李主委要不要去跟黄委员？他不会去针对他而已哦、喔，就针对主委哦、喔，他一个人而已、喔。哎，对，副主委有没有？副主委有，政务副主委。啊。啊。这主委、副主委其实金额很少啦，不够用啦，我就动他这个没意思啦。这个一动哦，就影响到是我们主委，主委其实很无辜哎，才刚上任哦，就这样子被这个赵凤案牵拖，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不要动那么多，或不要删那么多？没有，特别又不是通案了哈，特别。这个黄委员，当然，这个等一下再请黄委员讲说明一下。这个我来跟大家报，我们的经验哈，特别费没有从来没有列入通案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别费啊，现在所有的单据通通要减负，通通要减负哈。原来以前是一半一半哈，有一半不要，有另外一半要减负，现在通通要减负哈。这个从特别费案已经其实已经非常法制化了。第三件事啊，我跟大家报告，就是通常除非这个首长非常过分了，我们都有的人会象征性的删减一块，其实那是在修理他。但是我建议这种费用基本上我们都不动了，因为他们拿这个费用，举例员工有什么红白帖，你说这个主委要不要送个喜帐啊？啊，或者是人家出殡要不要送个挽联的等等。这个我觉得有它的必要性啊。各个委员哦，都已经帮主委讲话，那我可以答应了，我可以同意，不要删，但是动一半，这个事情的报告，我还是希望你们要做。我觉得还是不好了，我相信这个八个委员会也好，我相信会对的部委所长跟他动这个象征不好看了。而且这个不真的不好看，我觉得别的委员会大概不会动人家，不会所长的这个特别会啦。这样好不好？我们司委来司委报告主席，那个做太严都急很久了，你都没看到啊？有有有，你这个有偏心都看前面。你可以靠过来一点，我看得几个清楚的。角度不对，这一笔预算哦不是很多嘛，就是98万嘛，加起来94万，那一个大概98了，因为49+49嘛，哈，那一个月平均是8万，那你冻结他，当然也是一个主委哈，所以冻结这个真的是不好看的，所以我还是建议黄委员不要冻结他了，那让他有机会嘛，因为前面的那一些造风案呐、啊，或者是热身也都不是他嘛，哈，当然他要去处理没错，但是不能用这个事情来惩罚他，我认为这样不太适合。我尊重黄委员，尊重黃委員。没有了，我再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我刚刚同意了各位委员的高见。就不删，但是就动的部分，我是希望这三个事情，主委新上任，我会希望你就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还是要跟财委会报告，所以我可以不要删，那要动多少，让主委自己讲。等一下，那个黄委员这个部分，就是同样是因为造风案，因为乐生案，还有 TRF 的，你后面还有提案。后面还有基于后面加一个复兴航空提案，我们在那个部分，不，我们在那个地方来做处理，因为特别费的这个部分，我们在财政委员会前面的会审查，包括财政部啊、主计处啊、审计部，我们都没动他们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还是照原来的这个部分给他们？对，要不然就是我们特别针对
以金管会的特别费，哦，你讲的这些下面基于这些原因跟理由，你后面的提案还有吗？还有就是冻结啊、删减，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地方来做处理？好，那如果，因为他这个不会光只说是，那个我们政府首长的报告而已啊。不是，如果招委也这样子说的话，我同意这个案子就不要通过。然后后面啊，到处理的时候要动要删，到别的项下再来处理，好吧？那就这个案子就不过了啊。好好。第十八案，同案，啊，同案，来，保罗先问问第十九案。十八案，我报告一下。啊，这位帅哥。不，各位你们那个官员啊，你们各位长官，哪一个案子跟哪个案子一样，请这句话不要讲，这句话听起来都很刺耳，这样。要需要我们就会讲，好不好？立法院的同仁会讲，或者立委们可以讲，你们不能讲。你们那种讲，给他感觉就是你们要糊弄，那种感觉，不好。好，第十九项杂项设备费减七万，来。经管会的长官来。杂项设备费付入，我们大概就是需要购买这些电动的设备、监视设备之类的。那因为我连提案是七万三万五，因为总共才35万。OK， 好，不要用这个小钱浪费大家时间，可以，就算三万五。好，三万五了。OK， 十九案三万五哈，二十案。这个二十案跟二十一案是我们的立院的同仁是说，这两个案子是不同委员提案，项目是完全一样啊。一个删10%，一个冻结2%。这样好不好？那个陈乃文在这里，陈乃文要不要表示你意见？有，你有提案吗？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哈，我们金融监督常常有弊病啊哈，如兆丰洗钱案、乐身等等问题啊。虽然说现在新任的主委不关你的事，可是跟我们的金管会是有关的，所以呢，本席哈为了督促你们哈。未来哈能够对这方面能够加强哈，所以提出冻结1/2的提案，那等金管会针对如何改善我国金融的一个环境，还有我们的健全体制了以后，我们才予以冻结。我们冻1/10了，好不好？就冻1/10了。习惯了，其实冻1/2啊，跟冻10%都一样的。我再来报告。就统一通通动1/5。好吧。好了，那就动1/5。啊。那个卢秀燕委员，我帮他决定的。好。冻结1/5。OK， 好。二十案、二十一案并案处理，冻结1/5。哎。现在22案。23、24是通讯费是一样的，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22案的通讯费用是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话费用，大概是43万左右，那另外一个是430万左右，那另外一个是281万是有关于网络的通讯费用。那网络的通信费用主要是包含我们整个金管会还有四个局对整个网际网络的这个连线费用。还有金管会对我们灾害变中心的网络连线费用，还有政企局跟我们那个会里面的这个整个连线的费用，好，还有一些相关的通信费用等等的哈，那这个加起来是281万，那去年我们是编300万，今年已经减了大概20万左右了哈，所以这个通信费用其实目前这个费用其实已经非常拮据的哈，跟委员报告一下。通讯费用你全部列700多万呢？那个是。
其中有两笔，一笔是400，电话费跟网络费啊。对，电话费用跟网络费用。对。去年用多少？去年今年哈一百我们一大概也都已经用了蛮紧的，因为在电话费用多少多少多少啊多少，到现在为止多少？给我们个数字，不要讲其他的。我们一个月大概13万，就是包括网络跟电话部分13万，那十二个月算下大概600多万，然后加上那个资讯部分大概加起来200多万，大概这里就电话费跟网络费啊，怎么会有其他的呢？你就是报告委员，104年度决算部分呢，大概数据通讯的部分花了234万，然后在一般通讯的部分大概427万，104的决算数。我看这个数据的通讯费，还有电话的这个通讯费，感觉是直接花的科目嘛？嘿，去年花660了，所以有减，我帮你减35万是可以的啊。我们减35万，就还有大概680啦。啊，这个还有邮寄费，还有600可以给你用啊。没有没有，你们这里是电话网络啊，你不要扯其他，你上面写得很清楚啊。7168里面。你写得很清楚啊，你我们这里就有针对你的电话跟网络啊，其他你不要乱扯。七一六八还有邮寄费是不是？没有啦，这里面就没有。有含邮寄各类公文函件，邮寄多少钱？去年30。那就710啦，对啊，差不多了，所以他也710啊。那减个20万吧，减个20万吧，可以吧？啊？减了什么？这20万还冻结，不要了，20万而已。冻结18好了啦。都在一般用里面。对，我讲一下各位提案的委员，就说看起来这个是已经一般都在花的钱哈，这个不是说。就是三或是冻结，这都在花的。然后现在我们还有委员要加强这个什么金融消费者保护专线吼。那这个其实这个真的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业务还会增加。好了，就冻结吧，冻结吧，冻结，冻结五分之一了，冻结五分之一。我来建议一下，当然那个余委员刚才讲的也有道理了，因为这种钱也不可能你想要乱花，反正就是都有单据。这样子我建议了。这个冻结十分之一了，好吧，好，冻结。好了，三个案子冻结十分之一吧。来了，22、23、24了哈，好，再来25万。哎，我发现我在心态软。你心态软，对，没错。刀子嘴豆腐心。你是好人了、啊。你对主委太好了啦。25万。删除1000多万，对，没错，没有减。他这个删除是吧？他是删除，改冻结好了啦。冻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哎，好，26万。报员26案，我来跟委员报告哈。这原来列的804000里面，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印中文年报，就352000；另外一个要做的是要印英文年报，是300000；另外要做是每个月要印那个金融展望月刊中英文版，那只有列120000哈。这样整个下来，可能就是再删了160000多是不够哈。那印刷的厂商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这样子删下去，他们根本就不敷成本。后续可能列印这个中文年报、英文年报、经文展望的月刊，可能都是可能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印了。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请委员支持这个部分，可以来照现在的列来这个预算？谢谢。来，黄委员请，麦克风来。可以啊，你只要上面内容啊，像你讲的这么具体。我就可以同意，所以这个案子我不坚持。OK。好，这个案子26册，27呢，一样是。27是委办费啊，哪位说明一下？委办委给谁啊？那个，哪位长官说明一下好吗？哎，是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案子是委托援救哈，是要委托给谁啊？委目前还没有招标，因为预算还没有通过。
所以这个是要委托这个新兴亚洲地区的经营策略跟风险的一个委托研究。那原来是列是97万，后来因为通山的关系，现在变成92万。那因为在东南亚地区哈，它的国家别很多，比较复杂，所以在委托研究上面哈，可能需要比较经费有比一般哈有比较增加，因为它的这个法规啦、税制啦、经济啦、政治都是每一个国家不太一样，所以是做起来是比较复杂，所以是有列目前是92万这样子，是不是？请委员支持。洪文，不是啊，这个是你这个是委托研究的案子，你请一个专案的助理，一年在你们的这个委托案里面，费用占多少钱？大概委托研究案呢、啊，你给那主持人大概一个月10000块嘛，还是你们给到2万块？那第二个是硕士级的专任助理，大概一个月35000嘛，是。那你们算一年下来，大概是多少钱？我们跟委员报告哈，有关这个他的预算的编列方式，到时候会是整个招标评比之一。如果他预算编列的不是那么实在的话，在整个预算编列的那个分数里面，这个我了解啊，因为政府的委托计划案，事实上你编到九十万，那个算是高的了。我也没有不让你做这个研究啊。你70几万的话，包括主持人的主持费，包括专任助理的费用，事实上绰绰有余啊。哎，你要看做什么样的研究，你们再把那个研究的内容跟范围再讲一下，好不好？讲清楚一点。你们今年有委托研究吗？今年有没有委托研究？就是这。今年有没有？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有没有？有没有？还是额外增加出来的项目？今年没有。就是预算，今年有没有编的？今年有没有？啊？啊，多少钱？今年什么题目？讲一下吧。今年是大陆，好像是有关大陆债券相关，大概是八十几万了。八十几万，对啊，那你今年90几万呢？明年的这个案子要做什么？这个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营风险，因为它的国家是比较多了，因为整个虽然国家很多哈，可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区的环境啦、政治经济跟这个法治都比较不一样。那委托研究的单位哈，通常比较重要的国家，他会去实地调查，所以比较，那是不是这样子啦？我来讲了，看你要做研究，怎么个研究法？如果在台湾啊，我用网络去收集资料啊，那个研究费啊，我觉得给20万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到现场去了解，跟他人跟那边的人去座谈，了解他相关的法规、真正的东西啊，两个国家大概这个钱就不够了。你光机票、住宿啊，就要看。所以说研究，看你要研究什么东西。如果新南向你只去研究一个国家，你。如果说只有一个，大概当然到新加坡是比较好啊、哦，他们那边的金融监理啊制度吧。光去一个国家，大概你看你带一个团队啊、哦，去两三个人，大概这个钱，我们黄委员20万的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如果多去几个国家啊、哦，我就觉得就做不到了哈、哦。所以看看要做什么研究，研究的你要达预期的目标是什么了哈、哦。这个其实。做新南向13个国家，我是觉得跑去那边做，可能这个钱差的太多太多了。在家里收集这个 data 啊，就20万也可以啊。但是你们要认定清楚了，你的预期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预期达成的目标是很高，这个钱我觉得你后面加个零可能都还不够。陈大伟呢？请。我刚刚就是听到讲的是去年的研究，就今年的研究是。对中国大陆，那你明年的是新南向有哪些国家？基本我们的目标市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越南、还有菲律宾跟印尼。
那这三个国家可能是必要提出，那其他的部分哈，可能就是看老师或是研究单位提出来，看他们的研究方法，我们再比较整个来招标的这个研究团队哈，哪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在整个招标的要求上面哈，有必须要提出的一个国家，其他的是就看他的研究方法。可见你现在也并没有很清楚你要做什么研究啊，你只是画一个饼在那里说新南向，什么要做哪个国家的自己是标，这样子啊，不清楚啊。你可以别讲的再细一点，你到底要预期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你来说我们听听看。因为现在在那个亚洲布局的国家哈，整个这个银行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定期哈就是必须去了解哈它的风险跟政治相关的法规的变化，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工会虽然持续有做一些静态资料的收集，那我们希望就是委托研究可以针对哈比较现在重点的一个地区，像菲律宾、印尼哈、越南这样子地区，它整个一个动态的变化可以做委托研究，比较精细的一个有一些建议。长官啊，你这是乱掰哦，你上面写的金融监理耶。你项目是叫研究金融监理，你跑去研究落后国家，比我们落后的国家的监理，那不是很奇怪吗？你到新加坡去，我们觉得还可以有说服力。你是研究金融监理耶，你不是研究他们的什么政经环境的？你现在哪拉了呀？现在讲了呢？是金融监理委办费啊，费用里面、啊，里面有包括这个法规的变化，就是金融监理的法规是有包括，是跟我。我们是学习的，不是吗？我感觉你们是说你是做研究去新加坡学习人家金融监理。新加坡比我们进步，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再多的钱都该支持。结果你跑去比我们不怎么样的国家，这个很奇怪，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听起来也有点奇怪。你到越南、菲律宾、印尼比我们还落后国家，啊，你日本、韩国、新加坡，你都没有。好，那我们尊重黄国昌委员，请他发言一下好了。不好意思哦，你如果真的只是要去研究这几个国家的法规变化，我老实讲。以我自己的经验，70万很高的了。我再说一次啊，70万很高的了。你要研究这几个国家的法规变化，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去那几个国家才会回来才会知道，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认同。你如果今天跟我说派的学者专家要到那三个国家去实地的了解那三个国家他们实际法务的运作实况。还有可能，如果是按照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内容的话，70万绰绰有余。我想刚刚几个委员讲的都很有道理哈。那因为听起来就是这个研究目标没有那么明确，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用冻结的方式？然后也希望说你调整一下你的研究目的跟目标还有方法，好不好？这样子。那是委，我看到你进来跟我说。你这次终于看到了。嗯，看到了。那个我建议这样子，就是说你除了是那个金融监理的这个部分哈，还有那个东南亚这些都有风险的评估哈。如果你把风险的评估这些项目都列入进来的话，这样就导师就可行。所以你应该是说落后的国家的部分的监理这个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风险评估的部分列进来的话，导师一个可行的方式。那那个王。等一下，我问一下，我们监管会在回答委员的问题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在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书？好，你们在委办内容这个项目里面的，就是说委办内容里面其实写的比你们相对刚刚回答的要明白很多。针对我国金融业进入亚洲新兴市场的营运布局、经营与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的调查跟分析嘛。然后整合建制我国金融业南进东协及印度等国之营运模式与风险控管策略，然后提供作为我国金融业国际化经营的参考，并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我国金融机构对亚洲新兴市场铺险控管、啊、对，那我其实在这里面也没有看到越南、菲律宾跟印尼。我想这个内容比刚刚我们做说明的这个内容具体跟明确的多。那个江永昌江委员，请。因为政府现在在推新南向政策，然后，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说一些金融比我们先进的国家，那我们就要去那边做一些学习啊。
不是说只有美国有没有才会根据这个法尊去给我们开法。我想那个现在像很多国家也是值得更深入去研究的哈，这布局很重要。那另外其实哈，我相信很多人也有接到我们很多的台商去那边投资，在那边投资的时候，在当地国家的一个资产都不能去借贷呢，都还要在台湾哈有担保品哈，那回头又是从台湾的这个国内这个银行哈啊去做这个授信或借贷，那这些也是各个国家不同嘛。那既然我们把经济目标放在那边的话，其实应该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嘛，否则金管会金融监督管理不往这方面去深入的话，那现在像讲起来是讲假的啊，所以我是支持这个预算。以上。那个我最后讲一下哈，就江委员这样子讲，我可以认同。那我在这个案子里面，我选择相信你们，但是我把话先讲在前面，就是第一个是，请你们答应我，这个报告的中间报告要交到委员会来，我一定详细拜读。那第二个是，没有达到刚刚招委所讲的这些研究内容，明年你们这个项下的任何经费，我会删到零。OK。无啦，你到时阵吼，古阿姨读的这物件啦，你若无研究出来，然后你交出来的报告只是在做文献的收集，写一写，就是我现在在怀疑的事情啦。你到时候写出来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就是这么多委员都帮你们讲话，那我也尊重其他委员的意见，那我就用你们实际上面的表现来考核嘛，我半毛钱都不删。但是中间报告要先交给我，到期末报告就太晚了啦，因为通常是一年期的计划嘛，你中间报告你要先交过来，这样子作为明年你们这种预算还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的依据。 OK， 好，把它吃完吧。来，这个说你没听懂哈，就是他们学者专家不管谁做，他中间会有个期中报告嘛，其中报告先到你们那边报告，你把那一本呢送到我们委员会给我们看，好吧？合理的，一定要到你们报告，把那报告给我们看一下，请他多印个十几本。我们很多不少委员都是教授出来的哈，其实九十几万对社会科学来讲是不错的金额了，不必再叫穷，是很多钱呐！我要告诉各位，是很多钱呐。是很多钱呐，这个东西你要认真讲都可以变成两个案子都可以。我跟你们讲了哈，国科会的行情啊，人文社会科学像研究在这种东西的，你如果一年拿到50万以上，那个都是算是成绩要 performance 要相当好的才拿得到那个金额。你如果要到80万以上，你在整个学术界你那个类科的表现呢，你大概要到 top five。的 performance 才拿得到那样的钱。那我们国家的整个科研预算呢，当然在科技部里面有编嘛，那到各个主管机关在编这些研究计划的时候，按照 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是最腐烂，那个是最腐烂的地方，那个给钱呢，大方的程度比科技部啊要大方多了，那给钱都非常的 generous，那到时候交回来的报告的品质啊，事实上跟科技部做出来的计划比起来，可能都要先打一个问号。但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们的那些研究报告我拜读的也很多啊，所以我会提案删除绝对不是没道理。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委员帮你们讲话，没有关系啊，我基于信任，今年我信任你们，就好好去做，中间报告交过来，你们明年还会不会有这笔预算，就看你们今年的计划到底执行的怎么样。洪伟，我是想支持你啊，我说认为说要多少砍一点哦，我认为应该砍一点哦，因为这个金额太高，我跟各位讲，金额太高，真的金额太高，92万金额太高，因为我刚刚主席不好意思讲话，你们都已经决定他撤，我是告诉你说，当然你要撤我就尊重了，因为你是提案委嘛，但我认为92万真的太高，
不啦，我老实讲哦，是因为我很多案子我自己一个人也提不了嘛。啊，江委员每次都帮我提啊，所以他的面子我一定要给啊。刚江委员发言支持嘛，所以 好，那就撤吧。好，没有啊，没有，我没有要撤哦。就是说这个案子是不要通过，但是有一个注记要注入上去哦，中间报告要交来哦。对啊，这个案子最后表现的结果，你们明年还会不会有这笔预算，就看你们实际上面执行的效果是什么。那个要我们同仁啊，那个我们立法院这边的主秘这里啊，刚才把黄国昌委员的那一段话写成一个决议，等一下我们给他通过，好不好？就这样，那这个案子就不通过，不通过啊。二十八案来。是，报告委员，首先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那个提案里面倒数第二行的部分，就是有关大陆地区旅费以及国外旅费原共列17,600,000元这部分，据我们查的结果应该是18,180,000元，也就是总共是1,818,000元。那所以两项加起来呢是那提案是说提案减列85万元。那各位委员报跟我各位委员报告，因为这是目前的国际金融情势还有规范呢瞬息万变，而且台湾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情况呢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应该持续来加强跟国际的一个金融监理的合作，不管是透过双边或是多边的一个会议。此外呢也要积极参加国际的一个经贸的谈判，特别是 WTO 目前所进行的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积极的参与。另外大陆地区的部分呢，金管会会持续配合陆委会呢赴大陆地区向台商说明政府的一个协助措施，以及呢了解台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需求。另外呢因为我们在大陆地区设立的分行也不少，所以在金融监理合作方面也有持续要加强的联系沟通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呢是建请委员呢能够同意呢保留此项的预算。以上。我在提这个案以前哦，你们这一两年出国的报告我大概全部都看了。哦，我具体的问了，你们这两年出国从出国回来带来的实际上面，就我们政策面上面还是执行面上面，你到底得到什么 insight， 改了什么东西啊？我看完了这些出国报告以后，我只有个结论，就是我完全看不到。报委员有些东西，这个哦，我是一定坚持要减啊，要留到院会处理也没关系啊，看要减多少，你们现在自己讲。就减一点嘛，减一点嘛，你来来看减多少。那报委员，那是因为参加那国际会议的部分呢，我们确实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机会了。那在大陆地区的部分，因为我有提到，就是说目前这个两岸关系的因素呢，那在这部分呢，我们是不可以酌减10万元的预算，在大陆地区的部分。那请陈大伟。基本上，我认为黄国昌委员一定是针对金融管理你们的那个没有做好，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那个删减你们的预算哈，其实过去真的是有很多的疏忽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委员都对你们这一方面都有很大的意见哈。但是我个人认为了哈，过去的我们需要改进，那现在就是你们对未来在我们的金融监督管理这个部分，你们要如何做好？要一定要让我们委员有信服度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他撤说不要删你们的预算，我恐怕有困难哈。那基本上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对我们台湾的影响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所以说对于中国大陆也好，对于其他国家也好这样子的是有这个需要了哈，因为我们世界的整个影响金融都会瞬息万变。那基本上。你们要如何做好这一个部分呢？本席认为了哈，
如果没有三的话，最起码你们要冻结，让我们知道你们未来要怎么样做好。所以我觉得说删了以后又好像你们可以用说我就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事，可是用冻结的方法我们又怕说你们到时候没有真正的落实这个部分。基本上我认为这个预算是应该要给你们的，可是呢你们要如何的让我们相信。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是用冻结的方式，提议冻结五分之一的方式。好，谢谢。欧委员请。我简单念几个：参加 APEC 金融监理人员训练倡议风险导向之金融监理及风险报告评估研讨会心得与建议。第一点，强化监理资讯共享；第二点，要求银行建立强健的风险管理内控及稽核机制；第三个，专案检查应专注在高风险或监理的关注事项。结果去开了这个会以后，回来的心得跟建议是这样：我不要出国，我都知道要做这些事情了。你如果要我举证呢，我说过了，你们出去的东西我全部都看过，我看完了以后不敢置信。你出国了以后带回来的是这个经验，一样啊，去美国废的回来。心得与建议：第一个，加强对系统性重要金融工程之监理；第二个，持续办理压力测试。这个是什么心得报告？你需要去开这些会才会学这些东西回来，这根本是在作文啊。你要去参加去跟国际上面的连结，那个我都赞成啊。那但是你们回来去教这样子的东西回来，根本让人家失望透顶嘛。看你们要删多少，要冻结多少，你们自己开口自己讲啊。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啊，我尊重其他委员的意见，但是我绝对不会放水。今年看你们要删多少减多少，我明年同一个时刻，你们明年所有出去的报告，我一样一样一样拜读。我如果没有搞清楚你们过去出去做了什么事情，交了回来的心得跟建议是什么，我提案乱删是我不负责任，但是我全部都看过了。是，谢谢委员的指教。那我们金管会呢，会在利用这有限的预算里面积极参与国际的一个会议。当然，我们就说在这个那个都不要讲了，他已经讲了说，你看自己能删多少，我们就讲一下，快进来。在这里扯这么久，这个到现在为止你都上不到百万了。那包括委员，因为参加国际会议是非常重要的。那事实上呢，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参加相关的国际会议。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就是说，遵照陈赖委员的一个建议呢，是不是冻结五分之一？三十万冻结五分之一，我可以接受。好了，就三十万了。三十万啦 ，ten。太十万。太十万块啦，无遐雄太到三十万啦。跟陈赖委员报告一下，和陈赖委员禀处啊，太杂班呐，他冻结五分之一。好，谢谢委员。好，二十九万，曾委员提那个大陆49万全数冻结，可以了啊。好，就真的需要我们就解冻就好了。八委员那是不要讲，不要再讲，也是冻结五分之一，全部冻结啦，全部冻结是。那是不是说建议等提出这书面说明送财委会？是的以上。来，三十案，所以29万通过，三十案冻结三十万，这个 OK 了啊。好，三十一万，他现在不在这里哦，我们把它改成冻结了哈，因为冻结十分之一哈，三十二案也冻结了。冻结。三十三案。不会跟我讲，我跟你讲，你看我删的费用，我都针对资讯在删的，因为资讯里面浮编的情况很严重，而且资讯基本上你们都在为人作嫁，你讲太多都在替厂商讲话哦，都是厂商的钱，不需要讲太多，就是你不用讲那些理由，我们让，因为总共一两百个案子哦，你现在才三十几个案子哦，我不知道，我大概三点就 close 掉了，我先讲哦，三点就是把它结束掉，你看你要删多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
这个案子是两个，一个资讯设备的费用，一个就是前面那个案子，就是说它是虚拟软体，就是说我们那个配合国奥会的政策哈，我们这个机房要集中，就是那个都不用讲了，就是对对机房要集中管理，所以我们做那个机房，我要删你的预算了，你看可以删多少，机房虚拟化，那为了这个省电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好吧，我们 pending 吧，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哈，是你pending 到院会去表决了，我们到院会表决，来三四万，三十四万，跟我们报告，三十四万，也是我们的这个资讯软硬体设备费用，三十五万，冻结，冻结通过，是，通过，三十六万，三十六个主决议啊，就是金管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全数国营 APP 安全检测执行计划，可不可能？现在的 APP 啊都不安全呐、啊，这里面。治安一塌糊涂，因为这是银行的，所以很重要。我提个主决议啊，那个我这里有说明哦，里面检查的项目哦，你可以看到最后两行哦，国营二十支的国家银行，我们的银行二十支 APP， 第一项不及格率70%，第二项不及格率95%啊，几乎都不及格啊，所以就是能不能做得到三个月内还是？怎么样？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有关那个 APP 的安控的部分哈，我们后来有看到这一篇报道，所以有要求那个银行工委已经督导完成，就是针对 APP 的那个安控的。我这个提案可不可以同意嘛？可是那个执行的计划的部分哈，执行计划的部分是不是让我们，因为它安控基准出来之后，银行还需要自己再自行检测？我听不懂你重点是什么，你同不同意嘛？那个三个月的时间，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吗？是不是半年内？半年，半年，好，那就半年吧。好，半年内完成全数国营 APP 安全检测啊，那个三十六案通过，来三十七案，三十七案，现在的规定，好，三十七案通过，三十八案，三十八案。叫你们严厉啊！啊，严厉啊！哇，中文对你们很好，要叫你们调高费用哎！不然严厉来掉嘛！啊！叫你们涨价，叫你们涨价，替你们找裁员了。严厉拿掉好了。严厉拿掉。严厉拿掉，因为现在哦，你看证交所跟期交所都有名股啦，那你不跟他证收特许会？的话，有些名股拿去了，我觉得那个原因拿掉好了，好不好？谢谢。好，原因拿掉。诸位可以吧？可以了，可以了哈。可以啊。不要继续图利民间名股了，哎，这个意思了。嗯。好，三十九页我们来。交。没有主席。来来来。这个提案我前两天也有提啊，我提的时候就原因啊。那個、你把前两天拿出来，我们改成严厉拿掉，一样，比照办理，好不好？比照办理，比照办理。幽默一下下了，好、啊，缓和一下气氛了。严厉拿掉了，这样子、啊。对对，这样可不可以？来，不，等一下，金管会半年内调高监理年会，并严厉征收特许会，是吧？好，这样。哦，太好了。艾莎，阿里莎。厉害。哎，可以吧 ？OK， 这样可以吗 ？OK， 那就 OK。长官可以吧？啊，好，艾莎好。万分之三。万分之三提高啊，另外那个特许会就我说就调就严厉嘛。你说调高哈，万分之三到万分之四也是调高啊，你有附案的吗？没紧啊，还叫我去做的对吧？还是你要改规则，万分之八不再是天花板。不满意，反正我们下一次再提就好了嘛，好不好？我们不满意的话，给那点空间了啊。就是三十八案啊，后面改成请金管会于半年内调高监理年会，并严厉征收特许会。就改这样 ，OK， 好，哇，这很天才，来，三十九万一样的，跟三十九万并案的，那个四万可以吧？四万元，哦，照样，好
OK， 那就三十九案并三十八案已经处理完了哈。四十案陈赖委员的，要不要说明？陈赖委员，可以了，这个应该是检讨报告而已。这个问题应该还好吧？对了 ，ATM 针对我们那个弱势的要有道理。哎，在吗？哎，在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ATM 那个四张 ATM 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要求他们在增加。可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偏乡那几个县市的部分哈、可能是需要公股银行还有那个中华邮政那边来配合。是不是你不会讲那么多，他只是叫你写个检讨报告，一个月内送交财政委员会。你这样简单，你们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你就写上来给我们吧。他做比赛给你，然后你就说赶快接受就好了。对呀、好，这没什么东西的。四十一案来请，四十一案主角以王委员的，王昭伟的报告可以了啊、好，就是。好，四十案通过，四十案主决议，可以通过吧？诸位看一下，看到没有？看能不能做得到？应该可以了、看字怎么写？来，这个法律事务处，法律事务处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可以了。好，通过，四十二、四十三案，三个月内提交报告可以了。啊？报告送财委会可以吗？赵四十三案赵恩通过了，你一定要提出书面报告来吗？好，但是我们就说要就说要排要讨论等等，那个是另外的事情，那个不是你们可不可以决定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提出书面报告来送来啊。那我们有没有排，然后怎么样子来审查或者是来进行，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对啊，你不能规范我们只能够看书面报告，不能够就是说排审查。来，请黄文清。我并不坚持你们一定要设消费者保护局，你们要透过任务编组还是要怎么做没有关系， 你们决定，但是我在意的只有实际上面的 performance。 上一次在质询的时候我也跟主委表示这样子的看法，那从过去这段时间金融消费者保护实际上面执行的状况，我想好还是不好，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心里面都有数。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主委能够同意。针对这件事情，主委刚上任嘛，我也愿意给你时间去做评估，你里面的任务编组要怎么做。但是来这边跟委员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个攸关这么多消费者保护的事情，做一个专案报告应该不为过吧。好吧，通过了，四十四案来。OK， 好，通过，四十五案。四十五案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那个金融服务专线，从2001年8月28号就成立以后，没有召开个记者会，啊，我们也函请行政院的网站，还有本会网站，还有金融机构，还有车站这部分，我们都有请他们帮我们做宣导。那这个月我也有请我们的行政院，包括工会的部分，都有请他们做宣导。那这部分哈，是不是我们提书面说明送财委会？因为那个是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持续在做的。好，因为我们这个是宣导部分，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做。没有关系啦，我四十五案哈，我会可以并到前面啊。你们那个组织调整，你们说你们设专线什么的嘛哈。没有关系，我四十五万可以撤。那但是我先跟你讲，请你们四十五万说明的事项，你们就并到第四十三案当中。到四十三案的时候，到时候一并说明。这样子，那个宏伟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
四十万你不要撤了，后面你那个专案报告，专案两字改成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好，可以啊，可以。改书面报告，这样就可以了啊。四十六万。四十六万可以吗？跟刚才的很像啊。哎，主席。好，那么再问请。那我想请教一下啊。金管会的这个部分哈，银行局啊，你们平常在监督这样看啊，除了最近的这个这几个案子啊，啊，还有现在复兴航空啊，哦，有一些这个问题，最近还没有什么会爆炸的这个地雷股，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银行啊，检查你们有没有什么缺失啊，有没有掌控，可不可以请说明一下？哪位长官说明一下吧，我们委员有提，就是有没有其他紧张的紧张的公司也会这样子，有没有这种东西，你们怎么去监看什么的，先说明一下，你这不是三个月报告吗？你现在先说明一下，你们平常的这个去的检查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哦，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按照那个精检的那个计划跟频率的，我们原则上是两年一次，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差异化检查机制，是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风险程度哈，所以它的那个range一般检查会在一年到三年之间，平均是两年。那对于一些社会上发生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然后我们会去做专案检查。所以我们在做专案检查这一块的话，那在过去的话，我们整个这样平均起来，我们每年的这个像去年跟今年我们的检查人天大都有达到15000多人天，所以在检查这方面的话，我想我们都有按照就是按照这个规范跟机制，在根据风险性在做处理。以上跟委员报告。所以四十六万怎么样？四十六万通过了。通过了。好，那个各位，我们金管会刚才有一个27案了，黄委员提案了，本来要删减预算，我们改成做成主角，有把它念一下哈。金管会106年度预算案，金融监督管理项下办理我国金融业。在新兴亚洲地区经营策略与风险管理委托研究于完成案其中报告后，应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全体委员作为未来审查该相关经费之参考。就是刚才把那个黄国昌委员他的提案啊，我们后来就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照这个来通过哦，就是刚才的原意啊，主秘把它写成文字啊。好，就照完通过，照刚才念的通过，你们记下来啊。好，我们看那个银行局第一案，前面保留的要，前面就不要处理了，现在不要处理，因为这么多，先 go through， 以后再回来吧。那银行局第一案。就是因为这个是冻结的，是有关人员维持的部分哦。那这一项因为是属于这个法定的人员的薪资奖金的部分啊，所以是属于法定的支出啊。如果说因为这个也牵涉到那个像明年年初的一些考绩奖金、年终奖金的部分，那如果说予以冻结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会有一点困难。那是不是恳请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不要冻结？那因为在那个前面，冻结你的报告好像就结束了，什么了不起？冻结冻少一点不就好了？你要报告一次通解决一次报告，所有的冻结少一点，因为可以的。哎啦，那冻少一点就好了。好，第一案通过，第二案，会委员的。不好意思，我确定一下，第一案冻十分之一，冻十分之一，对。第二案那个我们主计单位没有影响，你就赶快来报告就冲。十分之一也发不出来。
年初的时候，9%你可以发，因为这个刚好是奖金，因为它特别针对奖金。奖金你一通过，马上第一个月就要发奖金啊！因为谁跟你讲的？今年过年是一月而已，不是二月。3800，他不是，他是动是是。3800万是零。3800万动个300多万，你怎么你春节就要全部把它花掉3800万了？他那个算的刚刚好。你讲给谁听的？按照人数算的刚刚好。我听不懂啊，这个东西。我再具体一点啊，你们在这边的奖金是今年的年终奖金吗？就是对，是今年。全部都是年终奖金。对，都是在一月的时候发放。没有考绩奖金。还有考绩奖金，年终奖金和考绩奖金。你们年终奖金跟考绩奖金各占多少？奖金是发放3924。对，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年终奖金跟考绩奖金现在都混在这里面嘛？对。那你们年终奖金跟考绩奖金各占多少钱？考绩奖金是1700多万，然后年终奖金是2100万。3000多万了，3800万。然后你们现在考绩奖金是1700万，打算今年年终的时候全部都要一起发出去。啊，你们考绩奖金是怎么算的？你春节不可能发3800万，你全部的预算会那对不对？你弄错了，你整个预算才4亿而已，你怎么可能都发奖金发了快一成？哪里的代志？怎么随便糊弄啊？怎么会呢？搞不清楚啊，你弄错了，这个动身份证啊，音译啊，第二项来，冻结身份证啊，冻结。那第三项，第三案是水电费。那因为跟政企局比哈，那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在板桥办公大楼，那个是跟很多那个公共分摊，那个台铁楼下那个铁路局那个分摊的费用很高。改冻结。第四案，那第四案的部分，第四案冻结没有问题，只是说建议是不是可以不用简列，因为进修学分的部分是我们鼓励同仁去加强他的这个专业还有本职学能的部分，是不是让用冻结？好，简列我可以拿掉，那就冻结一半。没有，我先讲了，就这一次金管会的预算在银行局。政企局还有检察局，我之所以跟其他的部会比起来，我提案比较多，我删的也比较凶，是因为过去这半年多来，我事实上对发生的一些案子，实际上面在执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失望。希望金管会多加油，然后简略的部分我可以同意不要减，那就动一半。谢谢黄委员。刚才那个宣布，第四案就简略拿掉啊，就冻结32万5000块。那刚才第三案、第二案是两个一样的哈，所以两个就合并处理，就冻结水电费1/10，就这样。好，第五案，会员的。第五案，资讯是不是也是可以冻结？可以删吧。可以。啊？是不是冻结？那个资讯服务的部分。哎呦，跟各位长官讲哦，我跟你讲哦，你们如果到一直那个到通融1块钱都没删哦，我等一下一定一把大刀就下去了。我先跟你讲哦，都不给我们删，我们就绝对刀了下去了。44万。哦，好。5%。那就5案、6案、7案都一样，好不好？好。七案是冻结的。7案是冻结。哎。资金服务费3440万啊，3440万。通通变成三嘛，3440万，好不好？好了。5、6、7。第七案你收。就取消了，不要冻结了，就是3440万，3440万。啊，第八案。冻结。第九案。冻结。冻结，好，谢谢。
第十案。第十案。黄委员来，请讲。是不是也可以冻结？啊？你看你要删多少，你自己讲。这个，因为它这是我们那个环境绿美化，这个是我们全会大家一起分摊的那个支出啊，那可能到时候会那个在那个部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支付我们分摊的这个费用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本会一致，先用冻结的方式？而且实支数的话，已经实支数是220第九案，然后第十案，这是第十案。对，那这个是不然，是不是我们？不然是不是可以着山十啊？第十案了。你说零头去掉是34万。着山，28万，太多了，三十万块啊。三十万了。OK， 30万块可以。10万了，可以了哈。减了十万哦，第十案减了10万，第十一案。十一案。文康的人。同案啊，同案。十二委外的，你看对委外都，这个委外，我又不需要替别人讲话吧，不需要替厂商讲话吧。因为这个是聘用那个工读生的部分，是不是我们不要删？不然一删下来，他们给他们的，给那个学生的那个工读生收发人，现在已经有临时已经有的，嘿，这个要100块，190万呢，这么多啊？190万呢？啊，五个人，这个五个学生。然后如果不用他们，要我们自己正式的人力去做，政府支出反而要增加，然后又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促进。你190万除以五个人，一个人快20万呢。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快40万呢。年薪快40万，对啊。不是他这个讲工读生年薪40万，当然多。劳健保、劳退那些，年薪40万。他讲工读生，那等于每天都来了。对，每天来的。他们是夜间部的学生呐、啊，夜间部的学生，就是对，看多久，对。好了，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了，第三万不要了。打工机会。对。13万。那13号，这是所长特别费。黄委员，这个特别费要。没有，这个就跟那个。主委同一个原则处理就好了啦。好、okay ，那就不要了啊。第14案。14案，这个是这个通案。通案来。15。第15，因为设备跟资本门的。啊，这可以冻结了。是不是冻结？嘿，谢谢。好。第16案。冻结。对，没有关系。冻结40万通过17案。17案冻结，17案也是。这你写的。冻结十分之一。不是五分之一，刚才。冻结十分之一。我说，你刚才是一口价是五分之一哦，我提醒你，对啊，五分之一哦，哎，是五分之一哦。马上涨一倍。好，18案删除改冻结啊。19案。19案。银行监理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用冻结的方式？因为我们银行监理整个预算才这个790万，不到800万，而且比去年我们也自行删减了。不，校长，第19案要减列。减列79万。这要删除哎，是不是可以删冻结？我们来报告。看黄委员，黄委员提案委员尊重一下。是啊，你们如果做得好，我一块都不会删呢、啊。冻结的部分我没有问题啊，但是对于你们之前做不好这件事情，要减列多少钱，我让你自己讲，减列一块都可以啊。350万吧。啊？700多万呢？700多万才50万呢？用700。好，那三十万，可以吧？我们已经三十万删除十几万。我知道了，都要。
费委员您说的我都赞成啊，所以我刚才说啊，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我一块都不会删啊。啊，你现在我要删的意思啊，就是代表我对你们过去这段时间的表现的一个 statement 啊，看要删多少钱，我让你们自己讲。你们如果好意思说删一块钱好不好，我也可以接受了。哎，那是不是删五万块？是不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二十万来，第十九万三五万了，二十万来。啊，冻结账，冻结有冻结，冻结七十九万三千，哎。好，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了，五万块不要再讲了，二十万。二十万冻是不是可以？因为都是在银行间里这里一起的，是不是还是用冻结？因为刚刚已经删，有删了一些。冻结十分之一了。银行间里。冻十分之一，可是刚才他也是冻结，对，刚刚有冻，就已经处理了，已经处理了。刚才是冻二分之一，刚才是冻二分之一。对，好好。刚才冻。病案的话，我们就取比较多的了啊。如果病案的话，就取比较多的。冻案你比如说一个十分之一，一个五分之一，那就是取五分之一。如果这样子，就这样，如果有的话，我就提醒这样。第二十一案。这个也。动五分之一，五分之一，银行监理，照样通过哈。二十二案冻结，冻结，该冻结，五分之一啊。二十三案，二十三案，说明一下吧。二十三案，这是我的案子。二十三万是我们的这个派员参加国外训练的研习的费用，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参考书籍一些物品费用，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建议还是用冻结的方式？哎，不，这个一定要删。你们那个参考书籍有这么伟大，要买一百多万的参考书籍要买一百多万哦！天哪，那堆跟他刷了耶。那我们刚没有。我们刚刚要一百多万吗？那个要一百多万吗？我们刚刚银行监理已经删了五万块。啊，这个银行监理三五万块，现在再加上去，我在问你们参考书不是参考书买100万呢，只上100万呢，这这么网络时代要买这么多书堆起来，没一定要可以堆哦。我们参考书籍买的并不多嘛，大部分你看说明文具纸张跟参考书要100万呢。主要天哪，主要是一些那个纸张，啊，影印纸要100万哦，影印纸，哎，你到一直印，每天印哦，15万，啊，影印纸15万，哦，是，文具15万，影印纸15万，杂志20万，订阅报纸37万，啊，这样加起来没有50万呐，还有一些非消耗品，非消耗品是什么？非消耗品16万6，啊，16万，非消耗品，非消耗品是什么？那是什么？办公桌椅，那是另外设备啊，不要乱糊弄啊。但是它归在物品项下，是3-4万9，好吧，哇，三太少了，三十万了。三十万九，二十四冻结了，冻结，全数冻结，哎，好，25也冻结，全数冻结，26，二十六，来，大陆地区。到底全数冻结了，冻结，对，好了，并在一起，24、25、26全数并在一起，全数冻结啊。27案，这个是27，这是国外冻结通过，冻结。28案，28，这个可以啊，这个就是刚刚 TIF。T
TF。这个目前我们本来就已经在做，已经都暂缓，所以对，我们先。啊，通过。啊，九案。二十九案 ，OK， 这个我们已经在检讨了，这个应该最近就可以提出来。通过。三十案。三十二，这个部分那个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 OK， 但是因为有限106年1月底哈，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以那个营建署那边的，我们是受制于他那边的进度，那我们会尽力跟营建署这边去做协调，可是就是说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怕那边他处理不出来。通过吧。你的语音种类要哪一些种？没有，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就国语，就他不是说要各种什么客语啊原住民。他现在的情况里面就是，因为他看不见，就是那个有统一的标准，这已经有建设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就是说的内容。我刚刚有讲，部分的话可以吧？你就是怕我们一月达不到，因为营建署如果东西都有，只是他能不能做出来？建议改到6月份嘛，好吧？一样的结果。好，六月可以吗？黄文可以吗？好，好，谢谢。六月前。三十一案。可以吗？主决议，对，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好，可以通过。32案，冻结1/10。好了，四位，那个哪一位帮我们算一下好不好？那个银行取得到现在为止，总共我们预算3000多少？全部算了多少？现在？你要讲三个很多了。啊？你们预算多少？你们整个预算多少？我们整个预算3.12，扣掉那个人事费。剩下人事费多少？其他的就是7000万。7000万，那你？7000万。好了，50万让他们。再减50万，你们自己调整了，科目自行调整了。我们再减50万，你们自行调整了。我们去年所有的那个决算的费用就已经将近6900万。那现在呢？那就增加100万了。目前其实已经很足，就是跟104年的费用都一样。那如果再删下去的话，后面就是会删一点点而已，就几十万。你们自己调整啊，你科目差旅费可以少一点啊，那个研究报告什么都少一点就好了。科目你自己调整啊，给你自己调整啊，这个东西不为难你了。不会了，没有统删的了，这以后就没有统删的了。啊？现在已经不是含刚刚的20吗？我说含刚刚的20啊，那就再增加30万。现在刚刚已经确定的那个那个长官了、啊，刚才确定之外，另外再加30万，你自己调整的，科目自行调整的。对嘛，再加30万嘛。哇，已经63万。哈哈哈哈哈。4万了，是。好了，那帮你。好了。啊，赶快走。你们算清楚好不好？对，我说你们算清楚，早点讲，好不好？哦、好，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哎，检察局的，检察局的，第一案。各位报告，这第一案也是水电费的问题。好了，不要讲，就改冻结。第一案都改冻结，可以吧？会员可以吧？来，第冻1/10啊。第三案检。有的第三案的部分，这个通讯费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这基本上就是一些电话、邮资跟网路费啦。那这部分我们衡量一下，是不是就3-2万块？哎、欸，他才删你4万多块，你要讲这样讲这么多？这样子的，这个案子就过了，好吧？好，谢谢。黄伟要不要讲话？黄伟要不要？没有关系吧？你这边看你要全按照我的提案，还是只3-2万，我都尊重你，反正后面都还有了，嘿。好，那。第四案的部分是那个教育训练部分哈，我想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精简人员他要做一些像一些电脑集合的这些专业训练哈，那我们是不是建议是不是可以维持，就是或者是那個、才7万是，一般就动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也尊重你，哎、欸，这个就不要通过，哎、欸，谢谢，对。谢谢，因为教训。那第五案这个资讯服务费的话，这个就
冻结，谢谢。那第六案的冻结，第六案也是资讯服务会。第七案是那个设备养护会哈，那这个部分，基本上也是。第七案要删一点啦。第七案呐、啊，对啊，我对资讯特别有意见的、啊。你看我删的都是资讯的、啊，我就删资讯的、啊，就别人的钱不是你们的钱呐、啊，你担心什么呢？你都是给人家的啊，你过路财神何必拿那么多，对不对？那啊，可不可以改动冻结？啊，这样都一块钱都没省到哦。那这个先喷顶了，五六七八先喷顶吧，五六七八先喷顶，嗯。好，第九案。那第九案这个是那个简略这个费用这个哈，是我们是就三五万块好了。五万，好吧，三五万吧。来，第九案，第十案。第十案这个是该冻结了，该好是，可以吧？好，谢谢。因为我照你意思讲，来第十一案。第十案这个是不是可以也可以改成冻结？啊？第十案、十一案、十一案是第十案跟第十一案一样的、啊，这两个案对冻结。不一样哦，这不一个是一般事物，一个是物品了、啊，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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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八百五十。啊，对啊，一样啊，对啊，说一样啊。十跟十一，啊，那个冻结吧，冻结十分之一啊。第十二，十二案这个物品就刚才是那个一样是物品费啊。第十二，十二那个黄委员要不要？刚才差不多了。那前面都很客气了，你自己删很少的，我就说嘛，我前面都尊重你嘛。你删一点吧，删一点，自己看你删的。那两万块吧。啊，两万块。刚才是两万块。好吧，就两万。没，你八十五万呢、欸，删两万块。八万五啊。八十五万，对啊，八十五万没错、啊。不是啊，你原列不是八十五万吗？原列八十五万。是。然后你要删两万块啊。委员提案。三八万，我是不是可以再拜托再少一点啊？就是三个两万块。OK， 好了，好 ，OK。好，十三万。十三万，这个也是基本的这个养护费啊，这个是不是就那个一样是冻结吧 ？OK， 好，可以。冻结。十四万。十四、十五都通案。通，哎，是。同案，然后十六案就跟主委的一样处理就好了。十六案，这个就跟他们一样啊，撤了哈。十七案一样。一样。十八案来，副长官。20万，好，三二十万。好。三二十万，十八案三二十万，十九案，这个。就刚才那个有三个、啊，蓝绿设备一样的、啊，十八十九一样啊，好处理完了啊。好，二十案你们可以自己讲吧，可以上个多少？局长，这个蓝绿硬体设备也是软硬体设备费啊，一样的。不是，是硬体设备费，不一样，不一样，跟前面不一样。是啊，我这是硬体、啊，就在报告在20万里面。啊？就在刚才算的二十，可不可以就是跟刚才一样，就在那二十万里面的一起？不一样哦，我这个是四百。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二十一案。二十一案来。二十一案这个经费已经很少了，是不是可以那个？十万块而已，啊，十万块不要删了。好，二十一案可以撤。好，不要删了，谢谢。谢谢。来，二十二，二十二，这个是改动，是，谢谢。改通冻结哦。冻结十分之一，不删了。那就跟二三案一样喽。啊。好，是，好，谢谢。二三案，冻结。一样。
又不一样，就是金融检查费用是二十万，这个也是属于金融检查费用，是不是一样？就是冻结。啊，冻结十分之一的。25万，这个也是一样，金融检查里面这个的当中的事务费，是不是一样？可以改成冻结，我们一并报告。没有啊，那个金融检查费用啊的这个部分，我的立场是一样的，哦，就是你们只要检查的好，我半毛钱都不会删。但是过去发生的这些案子，那个 statement 我必须要做。那看你们自己要减多少，你们自己开口。好，35万块。跟我们报一下，这个是跟刚才那个银行局那个一样，是属于那个派遣公读公派遣公读生的部分、啊、不是25万的，怎么派遣公读没有？现在才25万。对，你们当派遣公读。你们那个一般事务费编了238万嘛？对。然后全部都是给公读生的钱。这边这个项目全部都是公读生的钱。好，那这个案子没关系，这个案子我可以撤。好，谢谢谢谢。26万这个部分就刚才跟那个是一样，是23.82千元，这个跟刚才那个黄委员那个是一样的，都是派遣公读生的。我们照理讲，这个派遣工啊，我们是应该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是应该要不要用派遣工？哎，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要派遣工呢？这个东西大家左手打右手，你们的。我们劳动部都在被人骂得要死，说我们为什么政府都一直用，不要讲学生，不要扯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派遣工呢？你们为什么不能够提供正式的一个约聘人员呢？什么之类的啊？啊，我知道，这跟我们报一下，因为这个哈，因为检查工作里面哈，它主要的当然最核心的工作一定是检察员去做。但是有一些像一些公文啦哈，还有档案整理啦哈，还有公文收发啦一些递送啦哈，这些就是需要他的比较不是那么需要专业，但是这些还是要有人做。那所以，但是在政府经费的这个有限跟那个之下，是跟其他局事实上是一样的，都是有派遣的问题是。好吧，那就先这样子，不就先撤了哦。好，27案，谢谢委员。那27案这个是那个训练费的部分哈，这个是不是那个可以改成冻结？不行，这个我要删，我前面都很客气了。你们这个局也都没有删了，那就给上个50万吧。你们算好了没有？现在删了多少？现在删不到30万了，是偷偷干没20万了，啊？你们前面哦要给工读生那些我都尊重啊，都很客气。这个要删。好，谢谢。那我们就删个20万，好吧？30万。30了，啊，30万。好，来，28案。28案，这个大陆地区的旅费了，不过我可能要跟委员报告一下了哈。这个，我们的大陆地区都是我们去检查了，事实上是加强对这个金融机构在大陆地区的能不能够健全经营哈，这个可能跟其他邮局去考察那个其实它的那个是不大一样的。好，董事长。31案也是哦，大陆地区哦，31案也是哦。那是不是就28、29、30、31就合起来并，看要动多少？32案来，这是都一样的，是不是？32案，哦，32案的冻结30万而已，我给你。30万是好冻结。好，这都一样的、啊。等一下，都好，冻十分之一。你们现在总共删了多少？6.112万。那你们预算多少？总预算是4.17亿。4.17亿，人事费扣掉，剩一七成吧。大概占了80%。好，那就剩28，剩8.7。对。1.6亿。再减20万了，你们自己客户自己调整了，再减20万，你自己调整吧。还有8000多万嘛。1600万。60万。好，你刚刚不是讲八千多万，剩8000多万吗？
刚说我们的人事费占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为什么其他的人没有八成？你们怎么会四亿？怎么会人事？这不要糊弄我，等下算算账。没有没有，这不是不是，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 ，wait a minute。来，局长局长，等一下，你刚才说四亿多，你说你人事费用占八成，所以就只有你应该还有一亿啊。我还有八千多，还有八千多万，怎么会又？不是，你不要给我算这个人事费用多少钱嘛？你不要给 overlap 的给我糊弄啊！不能这样子啊！你们会有三亿六千零？对啊，三亿六。啊，不是，不要扯业务费，不要混到混在一起。我问你，人事费多少了？人事费三亿六。三亿六。那就不是八成啊！局长说八成，你怎么八成？那就九成了。对啊，八成多啊。九成啊？对，对啊，八成多，86%多了。我的八成多了，八成多了。我算了31万2。那不太早算，我算60几。你金管预算多少钱呢、啊？那刚才有个说那个，那就是。你们一共是两亿多嘛，人事费用1.4亿嘛，对不对？还有6000万。算算多少？算20万了。我们就其他就加三十吧，加三十啦，你们自己调整吧，就这样子吧。我们就通这案子通处理了，人怎么就这样子？加三十万啦，就加三十啦，这样你们自己调整啦，哎啦，就全部过了啦，就这样子啦。哎，好了，因为好。还没有，等一下。我知道，先不要走，各位。啊，报告文卫，我们现在开始宣读协商结论。那么要花一点时间宣读哈、哦，我们要整理一下，所以现在休息哈、哦。我们大概休息20分钟，够吧？20分钟。我们3:20开始读协商结论，所以拜托各位委员，我们最少要3个委员留在这里哦，包括我在内。哦，所以各位如果要离开，一定要拜托我们有委员留下来哦，否则今天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们的审查哈、哦。好，我们休息20分钟。
到你去你那个以前呢、啊，以前的类似像这种远东航空公司，那早前那个远航也类似，远东航空你查一下就知道，而且他远航类似的情况哦 ，OK， 因为他会比较类似可以。可以，因为你今天是复兴航空嘛，同样的类型，对，啊，不一样了，不一样。好 ，OK， 好，拜拜。啊，可以，我还不能走啊。我们拼命在放水呢。对啊，我们好像当执政党哎。对不对？我们好像是执政党啊。对啊。所以我很轻松。好了。对啊，你们都不用付啊。谢谢。哎，真的啊，我。哎，你怎么走了？你不走了？对。一比一对，啊？一比一多少？一共上。一啊。一啊。哎呀。一共一 keep， 他去放电脑。放什么电脑？电脑还放着呢。坑电脑。啊，几个钟头开始？你的经理说，一共40分钟。40分钟哦。啊，我咩过来咩啊？是的。哎呀，咱送上海人，叫我多了。我不过起码三点嘛。对的，又困。哎呀，今仔困只中昼。但是没时间啊，你拢到时拢无，啊，我无困着，你都无困着到哦。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你会打，会打瞌睡，会的。对呀、啊，你五十几年次，五十三吼。哎，我这不用。所以呢，现在下午会不是，会啊，坐在上面，好想。坐在上面不能睡，睡不着啊！不是，我说坐在上面，有一天呢、啊，突然一阵睡意袭来。哦，真的，睡不着了。我现在睡觉，躺下去就走。
睡着了，睡着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睡着，我很容易睡着，睡着，太厉害了，你也困不着。我还好，我也好睡。我觉得那个很幸福，好睡是很幸福。对，很幸福。啊，对啊，他还要先读一遍是吧？要他主要摘要，比如说第几万、第几万的，那没有要整的，不用整的念。那还有你们会，你们两个会在场嘛？对不对？你们两个会在场对不对？那我就走了。好了，我们执、哦、我们执政党，你们执政党，那我走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要，你不陪我留天，会念多久？哎呀，很快快。他要走就说很快。没关系，超过十分钟再扣你们。他给两位看。有地有早上一大早就有。对，有一个已经过了。前线前。我知道，他那边写。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就过了。
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已完成协商，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的结论，请。宣读协商结论，先读金管会的预算的协商结果。删减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金管会的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第六案、第七案、第十三案、第十四案、第三十三案、第三十四案不予处理。第五案通过。第八案30万元。第九案35万元。第十案保留送院会处理。第十一案动十分之一。第十二案动十分之一。第十五案动五分之一，第十六案动十分之一，第十七案不通过，第十八案保留送院会处理，第十九案删减35000元，第二十案、二十一案合并处理，动五分之一，第二十二案、二十三案、二十四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并以二十二案为主，第二十五案动五分之一。二十六案撤案，二十七案改为决议案，二十八案删减10万元，动五分之一，二十九案通过，三十案通过，三十一案动十分之一，三十二案动十分之一，三十五案动40万元，三十六案修正通过，修正。倒数第二行3个月内修正为半年内，其已照案通过。37案通过，38案、39案合并修正通过。修正倒数第三行，请金管会……修正为请金管会于半年内调高监理年会，并延议征收特许会。第40案照案通过。41案照案通过，42案照案通过，43案照案通过，44案照案通过，45案修正通过，修正如下：将最后一行的专案报告修正为书面报告。第46案照案通过。现在先读银行局的协商结果。银行局第一案动十分之一。第二案、第三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第四案动32万5000元。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合并删减44万元。第八案动十分之一。第九案动十分之一。第十案删减10万元。第十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十二案、十三案均撤案。十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15案动十分之一，16案动40万元，17案、18案、20案、32案合并处理，动五分之一，19案删减5万元，冻结79万3000元，21案通过，22案动五分之一，23案删减49000元。24案、25案、26案合并处理，全数冻结。27案通过，28案通过，29案通过，30案修正通过，修正倒数第四行的106年1月为106年6月，给予照案通过。31案通过。现在先读检察局的协商。结果，第一案、第二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第三案修正通过，修正如下：将第二行25款5项1目改为是第二目，第二目的金融机构检查之业务会1962万6000元，其中通信会原列42万5000元。删减42000元。第四案不通过。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第八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并以第六案为主。第九案删减5万元。
第十案、十一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十二案删减两万元；十三案冻结十万元；十四案保留送宴会处理；十五案保留送宴会处理；十六、十七经撤案；十八、十九、二十案合并删减二十万元；二十一案撤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二十五案、二十六案经撤案；二十七案删减三十万元；二十八案、二十九案、三十案、三十一案合并处理，动十分之一；三十二案通过。宣读完毕。好，报告本会。那么。好，报告委员。那么，请问各位委员对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报告委员会针对讨论事项做如下审查结果报告：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及检察局预算案部分，除照协商结论与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占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外，其余部分均照列。另有关于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结果有异议？无异议，我们通过。报告委员会，我们这次的会议议程全部进行完毕。如有登记发言的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报告本会，我们散会，谢谢。